国大师演员朴宝剑海外第一场粉丝见面会就选在台湾，门票一开卖就秒杀，可见我们宝剑的魅力真的很强。大家好，我是朴宝剑，真的你好高兴，请多多指教。大家好，金黄奕来到台湾，金黄奕来到台湾，请大家多多指教。下个月指教，怎么来了？大家好，金黄奕来到台湾，请大家多多指教。大家好，大家好，就是指教，加油！哎耶，好 ，OK。就连乱捏的样子还是觉得好可爱。朴宝剑说，虽然是第一次来台湾，但之前已经有厉害的前辈告诉他台湾粉丝们的好啦。최경기선배님께서대만에서옛날에팬미팅한적이있으셨다고말씀해주셨는데그때팬분들이굉장히또열렬히환영해주시고친절하시고또서로뭔가따뜻함을많이느꼈다고하시더라고요访谈中他也提到，为了自己就读的音乐剧学系，还特别去上了芭蕾舞课。那时候一般我们台湾的记者会就是讲到哪就要拍到哪，既然讲到芭蕾舞，芭蕾를얘기하셨습니까？我跳你就跳，那有什么？起来。好，该你了。哦。哦，又跳了。多才多艺哦。啊。李老师，你给我做真的没关系，其实我是开玩笑的。好，掌声鼓励一下，哇，太可爱了，谢谢唐双明达，谢谢宝剑，谢谢唐双明达，谢谢李老师，谢谢，我们先让他回后来休息准备，谢谢。